尊敬的许乡长、施主席、各位代表、各位村长，还有我们校长、社区理事长、所有的贵宾、我们所有的乡亲伙伴、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！好。今仔是咱博洋举办咱的糯米节，那上重要，糯米伫咱全台湾，咱占25%，会使讲咱博洋袂使讲划计少吼。那感谢大家这个用心哦，种出上好的糯米。除此之外，我们的花椰菜，我们的很多叶菜类呢，也都是哦，供应我们全国非常大的一个产地。伫遮在此感谢咱所有乡亲，大家会辛苦打拼。妈妈要感谢咱这个我们乡长哦就任之后，对于我们的节庆也好，对于我们地方的这个产业也好，非常用心的在做推广。今仔只九点外了，这是真少别个所在，拢爱10点、11点人才足多。咱九点看起来人按扣扣扣哈。那今天设计很多的活动，包括前面这些都是社区的他们的一个产业的部分的呈现。是。那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 DIY， 让孩子们能够画图，能够做啊不同的 DIY。那等一下又有我们的某某悠悠姐哈、哦、来这边跟大家带动唱哦。那晚一点点还有歌星的一个表演，可以说活动设计的很精彩。那最主要还是希望我们有机会大朋友带着小朋友走出户外，那参加活动，了解在地。第二点，能够远离山西哦。那除此之外，也跟大家推荐哦，这个礼拜我们是田中马，下礼拜是我们鹿港马，在下个礼拜是二水这个啊荞麦的这个公益为伯利欧跑哈、哦，都是我们的路跑。那每个路跑的状况，大家也可以去那边尝试看看，短距离也没关系。那11月11号就从昨天到11月19号。在我们田尾，它有一系列的，咱拢知来去产麦买花、收花。那产麦遐，最即届有甲一寡咱世界级的这个啊，我们的一些插花的园艺的老师的作品带进来，所以他这一次也有十几间店家配合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。鹿港是从这个礼拜开始，每个礼拜六日，一直到12月2号。那鹿港也有一系列的活动，所以欢迎大家利用假日都出来走一走，你就会了解彰化真的很棒。我们有15个观光工厂，26个休闲农场，欢迎大家到处走一走。那我还是要拜托大家，爱把身体顾用，有健康的身体才有一切。65岁，满65岁，有一支肺链球杆菌。这支像我少年的哈，我还未到65岁，家己去煮要3500到4000块。啊，你也有去煮，对你的细胞有保护，有煮有保庇啦哈。啊，有煮有赚到安尼哈。第二支是咱50岁医生公费的，我们的流感现在也可以开始打了哈。欢迎大家都可以拿着身份证跟我们的健保卡，就可以去做这一些保护自己的注册。最后还是再次的谢谢乡长，就用心在社区在推动咱的这个关怀据点，就是希望咱的长辈在地安养，在地得到最好的照顾。抱歉，想要跟咱的乡长感谢一下，来掌声，谢谢乡长。也要跟咱主席跟咱代表来感谢一下，因的支持以省咱才有这么多的福利。抱歉，想吹一下哈。再来要再跟大家拜托，因为咱埔盐算是比较老化的地方，长辈用得到的机会比较大。我们社会处有一张长青卡，从民国90几年一直说每个月给你1000块，但是你中客晚客都坐无遮济。咱即马有开放哦，国光号甲国光号跟统联也可以坐哈，去台北、去高雄。然后我们呢，如果跟我们有配合的诊所，50块钱的挂号费也可以抵免哈。另外，我们最近又加了一条路，火车站火车也可以扣部分的这个额度。另外，我们现在有那个九九的哈，咱征讨九九的65岁以上一台游览车，甲县政府社会处配合的旅行社，该约时间，伊就带大家伫咱彰化县10条路线。第11条路线是东势林场，那车钱拢县政府300块替你来出吼。那我们长辈休息的时间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去走一走吼。最后再次的谢谢大家参与今天的盛会，
祝福大会顺利圆满，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美好彰化，希望城市让这位拍片，感谢有你，谢谢我们的王县长，今天特别莅临了埔盐哦，来参与了这么有意义的活动哦，来谢谢我们的县长，来小县长，来，因为县长呢，他稍后还有行程要跑哦。对，已经哦，已经证婚了，县政府的证婚典礼了哈，来，所以呢，行程问题哈，要必须先离开我们的埔盐哦，跟县长再次说声谢谢，感谢县长莅临的参与，哇，我觉得。